常常去母校，那刚好看到这两个教室怎么变成一个闲置教室了。那当时我有一个念头，就是作为社区的图书馆。十八万里呢？那收十八万块，十万块是的呢？你八万块，你爱哦，工钱、碗钱、挂钢、肥料。没有书架，那没有书架的话，那时候我想说啊，不然的话去找阿明伯来帮忙，叫人家估价嘛，那还蛮多钱的，十几万。那我们是，我跟我老婆是考虑的差不多一个礼拜，因为毕竟这个钱太多了。那无读书馆，咱甲整出来啊。真是手巧，手脚，手脚拢有，还是倒位啊？咱右边，啊，脚骨啦，哈，嘿，右边，是，半身啦，手骨都半边拢定位啦，啊，拢达到边啊，无身啦，哈，啊，讲话拢袂顺。哦，哎，再给你手牵下你啊。啊，对，啊，伊脚寒啊，脚骨啊，有时歪去啊，脚骨都无多用。2013年2月，一场轻度中风导致李怡征的父亲李坤成右半边身体瘫痪，语言神经受到影响。但这场病不只夺走了李坤成的身体健康，更压倒了全家的经济支柱。以前做工的啊，去共起厝啦，你国库的啊，共修理的啦，都身体。爸伊无倒来，即阵小五个月，头个想啊，咁要死去啦！迄三个囡仔啊，佫下工歹摕钱，歹趁钱，啊，实是啊，我身躯也爱顾，好咧嘛！啊，阵阵吼，一个厝吼，安咁要搭去，安尼实是足艰苦个啦！啊，是囥伫心肝底，无底讲啊，咱是。艰苦一厝个，你当阵会常常掉眼泪咯，流目屎。流出来，拢嘛掉，点点那咧哭啊，实在艰苦啦，哈。和十多年前的婚纱照比起来，李坤成从前健壮的身躯已不复见，只剩下瘦弱的体型。全家靠着太太在工厂上晚班，勉强维持生计。至于念国三的李景惠。和小学六年级的李怡征得一肩扛起所有家事。哇，再喝下去哦。怎么啦？我知道你不会切，你都没有当过高丽菜。那你那时候有哭吗？觉得怎么办？爸爸倒了，这怎么办？是当天那时候才有哭这样子。那时候心里想什么？就是想说，因为想说，为什么爸爸会得这种病这样？我让你打进去。好啊。打了，快点，动作快。别动，走。把光线拿去啊！你要加盐，到家。加盐！妈妈来，我喂你吃饭蛋，对呀、啊，对啊。来，啊！我加好你的，两下好就加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你真好。嗯，好吃，多吃一点。啊。有葱蛋白吃。哦，谢谢。会不会太大？嗯，我加呢。好吃啊、哦，真的。啊。我加盐的。哦。你要多吃。菜色简单，却代表满满的孝心。再苦，全家也要一起撑过去。好
虽然李坤成想让女儿受更多的教育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有做到了吼，虽然我有紧张，那没关系。妈虽然没有说不能看，6 1 3 8 5 3 8 1 3。他八呢？是他总结。第二声好吗？我爸，你写作业你敢会尴尬？我是看无啥，即马目睭较无较好啦。啊，较早哪会读册？较早到即阵十六岁就去学校去外口吼。啊，十六岁就去外口趁，一巴趁啦啊，去做啦，去学啦。啊，吓，啊，高中毕业啊，就去台北咯，吓。日文的德是怎样写吗？日文的。一啊。生活条件可以有差距。教育资源却不能有落差。根据国教署统计，云林县、嘉义县等资源比较不足的五级财力县市，县政财力困窘，连带影响教育资源。而李怡征生长的云林县原长乡，位于北港镇北方的传统小农村，居民将近27000多人，却只有一间藏书32000多本的公立图书馆。而对当地许多村落的孩子们来说，这间图书馆也稍显远了些。其实我们五块村社区的小朋友，他们的这个平常的生活真的好单纯哦。如果没有书看，他们就只能够骑脚踏车啊，然后就是一般小朋友在农村做的事情，在骑脚踏车在村里面逛啊。如果真的需要看书的话，会到3公里外的原长乡里的图书馆。可是这一段路哈，因为车子的这个交通流量也蛮大的，然后也有许多的大卡车哈，其实还蛮危险的。所以小朋友尽量都不会去，就是因为父母会限制那个小朋友的行动，所以他们去到原长乡公所的图书馆的机会是蛮小的。那学校的图书室有些书籍都非常的老旧，也不敷使用了。因此，小朋友们在假日的时候，如果说想要看点书，确实是没地方去。没有多余的家具，只有空荡荡的桌椅。黄文玉三姐妹在家最大的娱乐只有这台电视机。由于父母离异，从小三姐妹由阿妈一手带大，但家中的生活开销只靠在台北工作的父亲每月寄来的10000块钱和阿妈在槟榔摊工作的微薄收入。做咧外口槟榔摊生意嘛是有限啦，迄是讲赚的是几块银仔，有那欠，有那迄落的，迄也无讲赚甲甲二叔甲有啊。啊，我是讲加减较多啊，无即马来咱来体力嘛愈来愈歹啊，要搁去做粗工的，咱也较无法度。哎，爱甲收的三个啊，啊，车有诶无诶，伊靠靠，一个月10000外块，咱有法度，家己较俭歹，较俭歹用尔，啊，无免咯。啊，若未拄啊好，未拄啊好，就边仔小工迄落者，吼，啊，人有则搁提成，人安尼尔，安尼累来累去，安尼过啊，无免咯。每笔钱对黄家来说只算勉强糊口，三姐妹想要写功课只能趴在茶几上，但这张茶几对三姐妹来说是餐桌也是书桌，而透过窗户照进来的太阳光就是最好的灯光了。功课要怎样？功课会晓的我加减的教，若不晓我无法度，因为毕竟阮迄阵啊嘛是干那人伊毕业尔，无介字无介深啦，啊，因姊妹读个字足深个啦，阮会较袂晓，啊，无法当甲教，毋则拢
读册拢较歹。回家有在写功课吗？有。那你不懂问谁？不懂就控制问老师。那隔天问老师啊，要不然就是问同学。阿妈没有办法教你哦。阿妈根本就不会。为了家用开支，补习是遥不可及。环顾四周，就连墙壁斑驳也舍不得修。肚子饿了，最常果腹的就是这一箱泡面。经济压力压得黄家喘不过气，更遑论买课外读物、游乐器材。因此，学校成了三姐妹每天报到的地方。在我们五块村的学童的那个单亲家庭，或者是隔代教养，或者是外配的，然后还有就是父母的那个教育程度不高的，这些所占的所有的那个学生人数大概在六成左右。因此整个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家庭的状况其实是属于弱势家庭的，是占比较多的部分。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到小朋友受教育的这个过程里面，他所得到的那个帮助的那个多寡这样。再见。再见。缺少建设经费，缺乏阅读书籍，是园长乡五块村面临的最大难题。但一切直到吴永修回到家乡后开始有了改变。这里来。多多人。可以。他先到了，先到我先到。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。这个长得很快，哇！这个两天就又长很高，那这个一定要把它拉直，不然的话它倒下去的话哈，会就是它要算它几节啊，算它几节以后一定要摘心，不然的话它就长得很高。45年次的吴永修，十多年前告别奋斗了20多年的都会生活，带着妻小回到农村。中年男子转换人生跑道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但故乡与田园生活的召唤，让吴永修重返五块村，而他对老家的面貌有着深深的期许。整体来讲，偏远地区哈，我回来以后，他们还是一样，跟以前都是没有进步。那没有进步的话，因为搬回来到这里以后，我是想说，因为我们住在这边嘛，住在这边的话，我们想要让它进步的话，我们就是需要投入这个力量来做社区改造。来来来，大姐，阿弟，我你无在啊？来来来，阿弟有讲啊？阿弟有农村再生。以后我们才有迄个咱的计划要安写计划，啊写计划了，咱才有建设。刚回乡的时候，吴永修夫妻对农事并不娴熟。正当太太黄玛丽焦头烂额之际，吴永修又刚好当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。为了让家乡的发展有所突破，他得带着协会干部规划出最好的农村再生计划。吴永修一头热栽进社区改造工作，承包高压电工程的事业还因此停摆。黄玛丽一度因此气到和先生展开冷战。因为认识人很少啊，那你什么叫社区要去改造？我们要经费从哪边申请？我都不懂啊，什么都不会啊，都不会啊。那你叫我一个家庭主妇怎么去弄这个？反正我就反对到底就对了，一个礼拜没讲话。我说我们根本对这个也不晓得怎么从头做起，也没有，所以你叫我怎么做？他说：“可是逃税了，不做嘛，未使啊。”然后我想说，啊，
先生的面子比较重要，所以我就到处去问，到处去学习啦。这个这边今天无用的哦。啊，哦对了，啊，这边还在种什么？前面种土豆。哦，啊，咱九月七八吼，迄个学校才有举办一个社区的迄个农村再生的迄个活动啊。哦，啊，恁才会再一起出来参加呢。或许是被丈夫努力的身影感动，黄玛丽转而全力支持吴永修，而吴永修也兴起了为村里孩子打造一间图书室的圆梦计划。十年前的时候回来探望父母亲的时候，那我常常去母校，就是新立国小，那刚好看到那两个教室楼上楼下嘛，那我上前一看，看到说，哎，这两个教室怎么变成一个闲置教室了？那里面都是放一些废弃的东西。那当时我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说啊，这里如果说能够作为社区的图书馆，这样不知道多好。经过村民合力粉刷整理，信义国小的废弃教室顿时蜕变为实用的空间。不过，想变身为图书馆，得增加硬体设备。这时资金短缺，一度让吴永修裹足不前。今天唱你，我来撒寒枪了，要给一下。撒寒枪啊，还搁用茶香啊？啊，唔用加数。啊，茶咱这蒸咖茶台子用茶。安尼吼。哎，用茶这免用加数啊，啊这茶 QQ 香香的，袂滴，才袂滴。清晨五点不到，天空曙光乍现，这时的五块村早已苏醒。年过七旬的阿明伯夫妇开始了一天农忙的生活。这饲料是要创啥物？学鸡啊！学鸡啊！哦。透早拢爱饲鸡啊？对啊，透早拢爱饲。我咱这次饲少，唔是饲多。嘿。人个饲多，伊饲了就算有家己咧送个，爱听无？爱这透早通个，阿妈家己煮好个这饲料。系啊，家杀饲料来了食。停了呀，就安这生啊。种下的云林平原，放眼望去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，而农民们
早已赶在风灾前将水稻全数采收完毕，改种起当地的名产花生。嗯，别这头稻种了呐。做种了，普通普通。普通。嗯，还没干了吧？那你才差不多了。你给种土豆。难怪我这里这我这也有八九成的啦。安个袂歹啦。还算水的了。嗯。水就是拢无啥湿困啦。啊，那是有时湿困，有诶，咱像咱拄只，好像头迄就是淹水，去好刮去。嘿。安尼，迄位就无骨头。安尼若像安尼诶吼。像这安尼，你安尼不就不要紧啦。安尼拖到了上惊失困啦。嗯。那就失困的没落啊。安尼安尼，这包钱多再强点就好了。唔，这你开你口啊。啊，你阿姐会忝未？会哦，哪会忝啊？啊，遐阿几斗？无啊。啊，家的无法度坐一睏啊！啊，若做工就爱到头。安尼哦。做工即摆做四点钟。四点钟哦。哎，四点钟。啊，你毋是拢按少年做到即阵哦？哎呀，少年做啊，阵在咧无法哩咯。迈着年迈身躯，阿明嫂逐一检查花生的生长状况，阿明伯则是扛着五斤重的锄头翻动土壤。顶着艳阳，夫妻俩不畏炙热高温夏天工作，他们只担心天后与病虫害会影响农作物的收成。这边没风啊，他种乌金公啊，种很大片啊，安尼会使卖多少钱？这无落来钱，我跟你讲，看你种得好，啊种得歹，对唔？后两就分得一万外块，后种两万呢，后两三万呢。啊，若是种米，这大片的会使卖偌济钱？哦，种米这块，我这两分地啊，啊，你都若种好的，两分地卖四万外块啊。嗯，那一家地。一家地一般地，讲一般啦，唔卖讲种好诶，种歹啦。一般地草，一家地草十八万啦。啊，我跟你讲呢，啊，十八万是十八万，唔是实的呢。十八万，你呢？若收十八万，看有十万块实的有呢。迄八万块，你爱哦，工钱、黄仔钱、挂工、肥料、啊农药，啊，看看你都来着种，都你来种好，当然是按照法度啊。这会使讲错一半啦。啊！你反正来去种了歹，种了歹，按收起来，才一万千外块尔呢。啊，一万千外块，佮扣八九千块，剩两千外块尔呢。一生岁月都奉献给了农田，十四岁就开始下田的阿明伯，如今还是吃苦当作吃补，耕作劳动都当作运动，日复一日未曾改变。当农夫的辛苦，阿明伯夫妻最能体会，因为自己只念到国小毕业，所以阿明伯希望下一代能多读书。我唔只教阮后生讲，恁尽量读，哦，唔忘像我像我做事艰苦，啊，恁来一定要老老阿东他都在咧读，啊，我以前迄阵来就是算讲较有钱了啦，即我都我当家栽培啦。哦，啊！若像以前迄阵，要都要安怎栽培，都无钱，要安怎栽培？啊！我迄阵都放咧伊在因读啊，我恁在尽量读啊。我啊你啦，你若无钱，都来甲我讲，我会互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歹囡仔蛮多啊。你整个教育的背景大概着重点在哪边？就是，你该能读的你就尽量读，那你该要做事的你就尽量做事，就这样的大角度而已啊，没有什么特别要求，因为毕竟老人家两个都没读什么书啊，所以这一块事实上没有多大，只是我们自己兄弟之间，那就是自己
各凭本事啊，就是大家读自己的，然后大家做自己的，所以现在目前都是各自有不同的领域发展。安平伯数不清要种植多少稻谷才能拉拔四个儿子学有所成，但是农民看天吃饭，股价不好的时候要赚个一万块谈何容易。尽管每分钱得来不易，但安明伯希望孩子们不再为教育资源缺乏所苦的想法却未曾改变。这个塔翠冠在整个那个筹建的过程里面，其实最欠缺的，刚开始最欠缺的就是两个重点，一个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好的阅读空间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藏书也不够多，不够多样。那在这个部分呢，其实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啊，刚开始他确实是蛮伤脑筋的，后来幸好就是说在跟社区人士在沟通想法的这个过程里面，就发现我们阿明伯啊对教育非常的支持。当初整间教室都是空空的，都是没有也没有书架，那没有书架的话，那时候我想说啊，不然的话去找阿明伯来帮忙。他之前有讲过嘛，他之前有讲过说他需要经费的话可以跟他讲。那其实那时候我有叫人家估价嘛，那还蛮多钱的，十几万。那我们也是，我跟我老婆是考虑的差不多一个礼拜，因为毕竟这个钱太多了，不好意思向他开口。花上一年时间，一甲地可种植一万斤的稻谷，但扣掉成本，只剩下120,000元的收入。安明伯将这些钱全数捐出，帮忙社区种出塔翠冠。这120,000对阿明伯来说，其实是一整年风吹日晒、辛勤耕作所换来的血汗钱。对很多人来说，云林五块村很远，远到连一座社区图书馆都没有。70岁的老农夫阿明伯却觉得五块村很近，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。我是讲吼，有一个机会吼，社区要成立塔翠冠，有真正成立，真正大家来到帮忙一下。那年，云林五块村的新农吴永修为当地孩子们的塔翠冠努力的时候，老农阿明伯也没闲着。我塔翠冠当个整出来。就这样用他以稻换策的公郎伯索，公公种出了10,000斤的稻米，卖米的所得全数捐出120,000，这也是唯一的一笔捐款。10,000斤稻米的塔翠冠，阿明伯觉得足够大嘞，真够大了。小农无私，大爱蔓延。广告播出后，媒体争相报道，不少民众捐助二手书等物资，以实际行动帮助塔翠冠增加藏书量。这里有一张海报，哎，梅花，刘家昌导演。刘家昌。霍菲菲、优雅、珍妮主唱的。哇，张艾嘉，对面是汪洋中的一条船。从小的我就在台中县大甲的乡下长大，乡下地方来讲，这方面的书籍的资源来讲的话，比都会区来讲的话，相对的少很多啦。我们讲说这个园长，这个老先生发起这个塔翠冠啊，我受到他的精神感召，然后家里这些书，我认为应该提供给更多人。
来看。从公务机关退休的吴国镇、谢可珍，年轻时靠着苦读出身，在经济困乏的年代，夫妻俩格外珍惜求学机会。看到五块村缺少教育资源，两个人都感同身受。因为以前我爸爸是服务警察，一份薪水养一家八口，非常非常辛苦，所以我的求学过程就是经常靠成绩好拿到奖学金，或者是免缴学费这样拼上来。这是为什么等到我有能力的时候，我想回馈社会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我慢慢有能力，还有能力去帮助人家。书册有没有听过？我听过。来，这边小心，小心。来，我这边进去。对对对对。拿上去。可是也要有路让我走吧。你们都走，你们走。还有吗？没有。最后一批了。哇，这上面好大。这跟你想象的不一样。哦，这个。你看到这个学校哦，在这个吴理事长的努力之下哦，我跟我想象的差很多，想象很不一样。我以为这乡下地方都是很老旧的这个校舍，想不到里面别有洞天了，哎，这不简单。这本来是一个废弃教室了。废弃教室啊，就是一些放一些闲置的一些课桌椅啦，还是一些比较没有用的东西了。那因为当时我来学校的时候，看到说这个地方如果整理起来的话，所以就是给社区跟小朋友拿去看书。哇，这很棒。哇，这小朋友在这边坐拥书城啊。比吴大哥那时候小时候的时候好太多了。哇，好太多了！我如果小时候有这样有几本书哈，跟我陪伴哦，我就很快乐了。阿弟年级几在？有。五年级。四年级。四年级。三个。三个。三年级。两个，一年级，二年级，一个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这一群晨会集合的学生几乎占了全校的三分之一。位于五块村的县义国小，因为地处偏乡，全校学生只有35人，要整理将近3300平的校园，连老师也得事必躬亲。是你在拔草？在拔草。因为我们搬的扫地区域是什么？这样会不会太大？这几个人扫这一块会不会太大？对，因为学校的人就这么多，所以对我们就是早上扫外领啊，下午还有20分钟扫地时间，那就是扫那个教室室内。学生人数稀少，连带影响政府补助的经费，而塔翠罐的出现，事实疏解了五块村教育资源不足的窘境。好，来，小朋友，来，老师今天带你们参观这个地方呢，好，是我们社区的图书馆。来，我们向右边看一下哦。好，来，这个社区图书馆呢，是由我们那个蔡正明先生。好，他也是一位农夫，那他很辛苦的种了好几万斤的稻米，好，那总共获得的所有的收入是12万，他就把他全数都捐出来，然后盖了这一间社区读册馆。
然后提供给我们小朋友使用。来，小朋友，你现在走进来参观的就是我们一楼读册馆的部分哦。好，那这里呢有一个讨论区，好，那帮你把那个书在一楼这边，如果看到书你喜欢，你就可以坐在这个位置。那我们从那边走上二楼哦。来，全校46人就能拥有一座图书馆，对小朋友来说资源弥足珍贵。这栋两层楼的塔翠馆收藏20000多本二手书，从2011年成立以来已经成了小朋友们的快乐天堂。目前读册馆里面这边藏书量大约是20000多本，那主要都是以百科类的为主要。那基本上这边的书籍啊，对这边的小朋友来说，因为这边属于资源比较缺乏的地区，所以在我们这边偏乡的小朋友呢，他主要他在假日啊，他会来使用这边图书馆的里面的一些读书资源，好，来帮助他一些生活上的学习。我看历史故事的时候，让我知道以前发生了什么事。那绘本呢？绘本要是觉得看起来很有趣，又有点搞笑。谢谢你捐钱给我，捐给我们用各一间塔克馆。我们要都要感谢你。卖了10000斤稻谷，终于辛苦换来图书室。阿明伯还亲笔提上“塔翠馆”3个字。尽管习惯拿锄头的阿明伯字迹略显歪扭，但期望小朋友们用功念书的意味却相当浓厚。他拖着脚步来到一个小小的绿洲，这个绿洲还有这个可以，上面有空的。你看，我马上上了。哎呀！善心捐助一波接着一波，趁着农忙空档，阿明伯也不时前去关怀塔翠馆的近况。阿伯，你工作做完了？做完了啦，拄阿伯暗无啦。阿伯暗无吓。系啦。啊，拄好昨日有人关切来吼。安尼。嘿，啊，去楼顶无咱来看嘛。好啊，来看嘛。嘿，来看。啊，有人甲咱关切就上好啊。嘿，对。哎呀，真个上好咯。这个是昨日吼，头老一个朋友关来切。我拄好就从关遮济。啊。哦，安尼。头拢做热心诶。干得真好啊。啊，这算有人甲你关心当个师。今天啊，读册馆盖这样子，阿公有没有满意？啊，当然满意啊！啊，这是我参理事长诶，建设的，当然是有满意，才建设。塔翠馆它就是一般开放给社区跟学校的小朋友使用。那塔翠馆最基本的，我们所设定的功能就是说能够活化，然后能够使书里面的课，就是一些内容能够更能够让小朋友或是居民能够看得懂。那我们会常常举办一些活动，比如说一些说故事啊，或是教不识字的那个社区的居民来看书这样。正常。一间塔翠馆不只激起小朋友们的求知欲望，更凝聚了社区的大小活动。Yeah.
伊是做勤俭的人，伊种菜啊一年冬嘛差不多收安尼尔，啊伊就把遐钱总捐出来啊，所以我感觉安尼真的很了不起，会当向伊学习安尼，就很感激他。没有他的付出，今天就没有读册馆啦。啊，有读册馆才有我们这样大家的对社区的这样一个贡献。老农夫阿明伯卖稻谷，盖塔菜馆。五块村村民吴永修为了家乡到处奔走，在缺经费、缺人力的情况下，两人为了孩子的阅读资源无怨无悔的付出。为了感谢两人的付出，信义国小师生把这段故事改编成布偶剧，献给阿明伯和吴永修。你们应该是在哪一个位置？两个那边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对读册馆刚好是跟我们信义国小有息息相关。那小朋友除了学校图书馆以外，他就是到读册馆。那这样子，阿明贝尔的故事，吴永修理事长的故事呢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故事，当我们在发想学校的本位课程的时候，小朋友就会想到社区里面的村长的故事，或是有感人的故事，自动小朋友就会做到这一方面的故事。那我们就会引导小朋友，哎，那样子是不错的，那就把它做下去，然后他们把它做出来，这样子。来，开始。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阿明北汉吴理事长。阿明姐，来来来，谢谢，谢谢。马进，今天要公告第一。马进。阿明姐啊，你在创啥嘞？我在跳舞啊，飞嘞，哦耶，飞嘞飞嘞。阿明姐啊，我是要来请你讲正经事的啦。什么正经事？我有一个愿望。什么话嘛？就是去一间塔主管。今晚我姐有熊热烈和声来欢迎蔡宗桓。负责表演布书的正是阿明伯的孙子。阿公大爱无私的精神，蔡宗桓最能深刻体会。现在我要来讲的是信义国小的招牌故事，也是村里的故事。每天天还没亮的时候，阿明伯就要起床到田里去工作，工作到下午才回家，所以他的农作物长得又高又壮。村里面有一位吴永修理事长，每次都带村里的阿公阿嬷和小朋友去比赛，都得冠军，实在很厉害，社区变得很活泼。有一天，吴理事长去找阿明伯，跟他说：“我想在社区里盖一座图书馆，可是钱不够，希望可以帮一些忙。”阿明伯就说：“不要烦恼，我来帮忙。”阿明伯跟平常一样，天还没亮就去田里工作，工作到下午才回家。一年过去了。阿明伯用卖出的稻子钱全部捐给吴理事长盖图书馆。现在一到假日，我就会邀同学一起到图册馆里看书、玩游戏。这些都是吴理事长的梦想，阿明伯的热心，
学校的大方，还有村民的努力，才可以换来这座图书馆。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。谢谢大家。结婚做相关的，很难，按下是无，百分之八十无啦。对。会使讲百分之九十一啦。哦，百分之九十。啊，谢谢，成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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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。餐钱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甲你做安尼，你有满意无？还要紧，这还要紧。伊讲安尼，互阿明白安尼，较时髦啦。对啊。看到阿明伯的时候，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有点。为什么不好意思？就是那个鞋啊，那个就是用阿明伯的木那个布哦鞋。毕嘞，这样子有点觉得好。为什么你想选理事长？感觉他很伟大。怎么伟大？帮我们盖一间读册馆，让我们可以去看书。所以我们现在跟我们1、2、3。行善助人，阿明伯退而不休，从不鞠躬。回归农忙和家庭生活，晚上品茗是他最大的娱乐。子孙承欢膝下，则是他最幸福的时光。阿明伯相信，有多少能力就可以帮助多少人，而不管年纪多大，都可以让青春不老，让大爱延续。人生哦，不光只是赚钱，然后还要有一点不一样的色彩加入我们的生命，然后做对的事情。我希望大家能够过着很好的一个生活。不舍得的话，就把它捐出去。我过来讲，甲帮忙，迄大家有，我来讲，迄阵我大家有300条的，啊，但我来讲，甲帮忙。